幸灾，原来号角响起的前身是外星人。好，导播请大小姐，这是号角响起的天行，这是号角响起，他们从五十一站逃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有穿衣服吗？有穿小内裤。告诉你，不要骗我，我发现你们是外星人。I got you.